战术，我们其实就是我们觉得我们发挥的很好吧，也是在没放弃，然后也是在全力以赴去面对每一个细节，包括现在上午我们还在进行沟通、进行训练、进行这个赛前准备。刚才的出发对你的心态有影响吗？其实我觉得都是不同的压力吧。我们现在做的是想一步一个脚印的去做好、完成好每一场比赛，因为在中国，我们想给更多的观众朋友们，更好的表现我们宝刀队的一个机会。然后也希望我们中国冰雪能够继续的书写辉煌，然后继续的给观众朋友们展示出最好的比赛。好，谢谢。爱好，谢谢。经历了很多这四年。这四年给我的感觉就是一直都是在起航当中，所以我也很感谢我们的团队，很感谢我们领导没放弃我，很感谢我自己没把自己放弃。一切都是最好的经历吧，然后不管经历什么，我觉得结果最好。那我觉得其实经历的这么多，对我来说都是最好的。你四年前你回到那晚，其实我在你家里是家里跟阿大一起的，是说四年好都住在一起，不变的人都是有亲戚。四年前的那个夜晚，你们几个住的特别开心。那你今天的音乐他们会是什么样？你有什么话要跟你最爱的朋友说？其实自己的放弃自己。然后我们团队也没放弃我，还有我们家人，还有我的家人也没放弃我，他们也是一直在支持我，然后给我最好的支持，然后给我最好的努力。今天其实从你一个团队遇到这个问题，那个时候你自己有没有感觉有点崩溃或者放弃的感觉？这个我们这广告项目。一会儿天堂，一会儿地下堂，所以真的是让我觉得就是一会儿心急到嗓子眼，然后一会儿心又沉下来，一会儿就是一直在起伏当中。所以还好我们大家都没放弃，我们都是在相信队友的前提下去互相鼓励、互相支持的完成一场比赛。能不能简单说一下？So we did it too. How much does it make you feel like you're trying? 我其实就想感谢我的团队，感谢我的家人，然后感谢我自己。And then I have to ask you about the Jets in the semifinals. You were actually out, but then they disqualified you. How did you see that? 半决赛我们滑的挺好，决赛其实滑的很好。这今天的这比赛，我们都是在全力以赴的去面对，然后更多的是我们在休息室在传达的一个指导，我们相互鼓励、相互支持，才走到了决赛。到决赛的时候，我们是相互激励、互相鼓励，有个这样子。后面比赛还是一步一步走，然后。